children to learn about multicultural, about Taiwan. You can go to the booth over there and then learn about Fremont Taiwan School, how to be part of them, and let your kids be the performers here. 我刚刚就提到就是说 Fremont 台湾学校哈是非常特殊的学校，那么小朋友在那边可以学到不同的文化哈，对，常常出来表演呢，可以享受一下当新爸新妈的滋味哈。接下来呢，这个 Fremont 台湾 School 呢要给我们带来呢一些很可爱的表演哈，其中一条叫您是我们的宝贝，林时丹的波鬼哈。好，接下来我们欢迎 Fremont 台湾 School。OK， 他们要先做一个那个逮包的这个表演哈，扯铃。我们看一下哈，小朋友如何来表演一下扯铃。我们在等的时候呢，袁智慧小姐，请你到台这边来录影哈。袁智慧小姐，麻烦你到这边来录影一下。在你怀里。